这里睡一个，那里睡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横着睡的。就这么大的床，我睡哪？我怎么睡？第二天早上，哎呀，睡醒了呀，太阳都晒屁股喽，快起来。今天的天气真好，阳光明媚。一只小猫，哎，起来吃螺蛳粉了。咋啦？你昨天咋睡着睡着跑这房间来了？嗯，太急了，我就过来了。大早上起来，我婆婆就刷了这么多鞋。你要睡醒都快十点了，我们就来煮个螺蛳粉吃吧。四个人我们就煮三包吧，这个量大。你跟着姐姐妈妈做饭好不好？昨天我们四个人一床睡的，实在是又急又热又累。你说你们都十几岁了，为啥非得赖在我头上？啊，我的头发！实在是把我给累得够呛呀。我还完了，也就我。水开了，开始煮粉，开始煮的粉更好吃。辣椒油包我们就不放了，太辣了，我们都不能吃。今天我们就吃一个简单版的螺蛳粉，就不煎鸡蛋了。过一会儿就该吃中午饭了。翻一下，别粘了锅。这个螺蛳粉的量特别的大。哎呦，这个面能夹断就煮好了。单独烧一股水，煮料包。这么多的料包，光拆都得拆一会，赶紧把它拆开。好的。看看老二做的有模有样的，现在把料包都放进去。螺蛳汤料包这个才是灵魂，必须得放。这三包都加进去不会太咸了？不会，咸了再加水，最后再放腐竹，这样才好吃。放早了这个腐竹就不脆了。才刚刚给小丝蛋穿衣服，螺蛳粉也煮好了。他也饿了。螺蛳粉是装在一起还是一人一碗？肯定装在一起吃才得劲儿。什么鞋？两个人穿一个鞋，穿不上去了啊！你看，等，还漏了一个花生包没放呢。啊，还是这个老包装的量大，看着这个汤就特别的有食欲。这个鱼，哎呀，那谁吃的都没说、啊。这不是昨天你们三个人吃的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快给姐姐，让姐姐刷一刷。啊，刷刷呀，吃螺蛳粉喽！老大，哎，你看我这个量控制的怎么样？每次汤倒的刚刚好。你俩刷牙了吗？刷了，你给地上衣服刷的。苏丹，你相信姐姐说的话吗？老三，我发现你那个表情，你肯定没刷牙。你刷牙了吗？没刷牙，早上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一人盛一碗，吃着多好呀。多好，吃不出来这种感觉。对。嗯。你吃这么慌慌干什么呀？太胖了。你也吃呀，你也缩肥呀。吃的那叫一个香呀。干杯。干杯。干了这一杯有灵魂的汤，真不错。为什么这个螺蛳粉百吃不厌呢？太好吃了。昨天你们三个人还吃了三包呢。对，而且吃得干干净净。谁最后吃完了？谁刷碗啊？有没有？我里面没有粘。有，没有了。让给，让给夹走了。啊，就搁这里，就搁这里。我来做个裁判啊！老大先放的勺子，你最后放的，你来刷。耶！老大，那人家老二煮的，你啥也活没干，你刷吧。不行。那都不刷的话，哎，他又喝了，他又喝了。啊，老二说，你不能吃棒棒糖，你太小了，牙齿都吃掉了。我棒棒糖。
么好看啊！哇，这么好看！看爷爷给他们三个人每人买了一个暖手宝。哇！哎呀，太小了，不能吃棒棒糖。你们三个人也太幸福了吧！爷爷一人给你们买了一个，好看吗？好看呀，我看看，哇，上面全部都是流沙，而且还是紫色的，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。我也是。哇，好漂亮呀！妈，你看这个地方是放手的，这个里面还可以放暖水袋呢。你们看，爷爷还给你们买了安全带。他也想要，还有这个棒棒糖，千万不能给弟弟吃，知道吗？弟弟太小了，牙齿都吃掉了。你不能吃。哎呦，还都没起来，快点起床了。你在玩呢？干了这是？你天爷嘞！特别好玩。站着球球干啥了？这是？好玩。赶紧起床，起床吃饭了。给你捡的睡前宝，还打的南瓜糊糊，快点。南瓜糊糊啥？起来就知道了呀。刘约翰。起来，在干山丘呢，等我断了。疫情的原因，我们这儿暂时停课，孩子们不用上学，所以今天可以给他们做一顿可口的早餐。这是温水加酵母醒发的面团，我们先把面团揉几下，让它再次醒发。这个时候再打上一杯南瓜糊糊，好喝又健康。肉馅儿我还是喜欢自己用刀剁，干净卫生，口感很好。剁好的肉馅儿再加入一些葱姜碎，继续剁几下。家里的粉丝碎千万不要扔，拿温水泡一泡，泡软了给它剁碎，拌在饺子馅里面，非常好吃，又方便又节约。我们家没有花椒面了，这是我把花椒炒熟碾成的花椒面。现在我们开始调肉馅，加一些盐、蚝油、老抽，再加一点味极鲜。材料放好以后，我们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加入一些热的植物油，这样调成的肉馅就非常好吃。准备工作已经完成，现在我们开始包饺子吧。饺子包好以后最好要醒发一会儿。锅底油加热，放入醒发好的饺子。饺子馅剩了一些，我又用开水调了一些面，再给孩子们做一些锅贴。第一次做锅贴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呢。水煎包加热一分钟以后，我们加入用面粉和水调成的面水。生煎包底部煎至金黄，我们给它翻个个，再继续煎。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很诱人？现在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来煎锅贴。第一次煎锅贴煎成这个样子，好像也很成功了。一份锅贴，一份瞬间宝。吃饭喽！哎呦哎呦，终于起来了，你看看。哇，太香了！这是什么？南瓜糊糊，尝一尝吧。哎，大清早就先喝一杯果汁嘛。对，早上吃点这样的特别养胃。人家老三扑了个空，被那几个都拿完了，太搞笑了。